前尘影视，如梦如幻，泰山北斗，永垂高烛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天台宗有止观法门，自岁以来流传至今。止观就是禅定智慧的合称，止抑制心里因俗念而产生的妄想，使心保持平静稳定，以集中心思去观察和思维，达到佛教的智慧境地。关宗寺每到冬至之后都会有止观的课程，下面就请随着今天的故事一起看一看当年关宗寺修止观的情景，再看看谭虚法师在止观的过程中有什么样的收获。关宗寺除平常在讲课的时候修一小时的止观外，每到冬至节后就把经都包起来，大家一起进禅堂打禅期，末了还要打几个佛期，有时候要在外面请几个有功夫有见地的老扳手去指导讲开示。我在那里整参了三冬。进禅堂的时候什么东西也不许带，只抱一床被窝，穿一双草鞋，扎一个大宽带。班子站好，由方丈和尚领着到课堂告生死驾，然后再进堂用功，这表明是打的生死期，要课期取证，生死不了不算完。进了堂有维纳师领导，各位扳手每人一块香板，都是践行的。跑香的时候，大家绕佛龛，一个跟一个顺行，袖子甩起来，左摆右甩，里三外七，谁也不许踏着谁的鞋，也不须有散乱念头。如果有不如法或跟不上趟的，马上就挨香板。大家都如法时，就照自己袖子上打几下子，表示警策。这是恐怕大家有散乱念头。跑的时候，年轻的笨人跑外圈儿，岁数大的老参师多跑里圈，中间扳手师傅或者偶尔要使劲喊一声跟上跑起来，提起话头来参。禅堂里人很多，跑起来脚步瑟瑟的响，乍然听到一种棒喝的声音，大家都立毛立色的置心一处，不敢有一丝杂念。约莫跑二十几个圈子，当直的走到钟板跟前，拍拍打两板一钟，挂二板，大家一齐站住。这时候觉得身外无物，物外无身，静悄悄，冷冰冰，诸般放下，万虑皆空。
若身若心都另有一种境界，另有一种受用。我出家的目的固然是想把佛法弘扬出去，但主要还是想在佛法中真参实学，从自性上找一种真实受用，能够明了个人的生死本分事情，这才是个人的心愿。所以当时我对参禅修止观很愿意，也很注意，对学教的事情都是勉强去学，究竟还是以修行为正事。不过对于教也不能完全废掉，我的意思能够把天台宗学一个大概，对自利上做一种助缘，对利他也能做一种方便。大禅期的时候，隔四天要拷问一次功夫，去的时候要穿袍搭衣持具，到扳手师傅或到方丈和尚那里拍拍拍三弹指，请进屋里去问讯展具，礼佛三拜，长跪合掌。问的时候要把自己的见地境界实话实说，这时也有说空的，也有说有的，其说不一。末了扳手师总要打几香板呵斥一顿：饭桶，好好回去再餐。就这样轮班一个一个的都去拷问，功夫用的不相应不如法，还都得要挨香板。有一次我到地老那里去请教，顶完礼之后他老先问：你用的功夫怎么样？没别的，我说。最初做的时候妄想直起，像海里的波浪一样，前浪逐后浪，后浪逐前浪的不断，抑制也抑制不住，心里很着急。后来我不抑制它，反而用观照力来观它，观看妄想究竟从何处起，这样一观妄想就没了，没了又起，起来再观，时间长久，慢慢的妄想就不起了，心里也很恬静很自然了。嗯，地老说你算会用功的，就这样好好回去修吧，以后可以不用再来。我见别人去拷问功夫的时候总要受几句呵斥，挨几下香板才回来，我这一次到地老那里去把自己用功的方法一说，也没受呵斥，也没挨香板，就回来了。这在口里虽然不说，心里当然是很高兴，以后就用这观妄想的法子去修。有一次做完二板香，觉得刚盘上腿子不久就开劲了，后来
经林丹地告诉我，一只大半香早已做过了。在这一支香里，虽觉得时间没多大功夫，可是觉得身心很恬适，很如法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受用。无形之中，从性地里流露出来两句话，就是观念念即住，绝望望皆真。最初我对这两句话并不敢认为就是对，后来去问地老，地老给应可了。本来天台宗用功事关第六意识现前一念心，最初观的时候不要怕起妄想，也不要心里着急想去妄想。如果有妄想的话，可以去找妄想观妄想，像抓贼一样，看看妄想究竟来从何处来，去从何处去。因为妄是由真而起的，没有妄就没有真，没有真也就没妄。要求真，必须从妄中去求。所谓烦恼即菩提，生死即涅槃。最初虽是一念妄心，观来观去就成一念真心了，不然哪里还另外有个真心。要知真心不离妄心，妄心不离真心，真妄是不二而二，二而不二的。所以最初用功的人不要怕有妄念，有妄念时用能观智去观，这妄念就住了。同时觉照着妄心就是真心，并没离开妄心，另有个真心，因为一念中就具足三千性相，百界千如。一念即三千，三千即一念，不纵不横，不前不后，作为不思议境智而成两重能所，即能观之智与所观之境相应，为第一重能所。此能所合成一块，到了境智一如时，为能观之妙智，而对因妄一念做所观之妙境，为第二重能所。听众朋友们，世人常说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，所以人们都希望能够断烦恼离苦得乐。可佛又说烦恼即菩提，可见烦恼和菩提之间又有着密切的联系。正所谓真心不离妄心，妄心不离真心。那么如何转妄心为真心，转烦恼
为菩提。这就是我们需要下功夫的地方。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感谢您的聆听，我们下期再会。